有三宝：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。这是在我们大陆东北地区的长白山上一带的特产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才对。那么地处于台湾，我们南部呢，屏东东港也是有三宝，是哪三宝呢？哎，指的就是黑尾、鱿鱼子跟樱花虾这三项鱼产品，而其中又以黑尾是最受到大家瞩目的，尤其呢是截取自这个黑尾附身啊身上所制成的 Tolo， 那更是萨西米当中的极品。那么黑尾跟乌鱼一样，每年都会定期的造访台湾，它们的背部都是呈现黑色的，而且它们的鱼身呢都是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，所以黑尾跟乌鱼也被大家封上了欧金的封号。南风吹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燥热。才五月天，地处南台湾的屏东东港就已经展现出热带地区的威力。虽然太阳毫不留情地灼痛每一位东港人，但是从这些人忙碌而快乐的表情中，不难看出他们内心的喜悦。而这一切的喜悦都得归功于这海里来的贵客黑尾。黑尾东港人称它为 Oamtsin， 也有人称它是继乌鱼之后的另一种 Ogim。 O 指的是黑尾黑色的外表， Gim 则是用来说明它的高度经济价值。黑尾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它体内油脂的多寡，油脂越多的价格也就越高。一尾大约200公斤，已经成熟的黑尾，它的价格通常是在12万元左右，也难怪它会受到东港人如此爱戴。每年4月到6月期间，黑尾会固定回游到菲律宾巴士海峡附近的海域。由于这段时间正逢黑尾产季的前后，是黑尾体内油脂最丰厚的时刻。喜欢吃萨西米的人一定都知道，蓄积丰厚脂肪的黑尾附身是最昂贵的萨西米。日本人呢还特地给它取了一个 Tolo 的名称，这也是黑尾之所以能够受人瞩目的原因。除了附身部分是 Tolo 主要的来源之外，事实上黑尾身上的每个部分经过烹调处理之后，也都是一道道的美味佳肴。就连一般人少吃的鱼鳃，晒干之后研磨成粉，也成了营养丰富的鱼饲料，经常被用在鱼温养殖方面。黑尾呢可真的算是从头到尾一点都不浪费。几天前出海作业的船只，现在一艘艘的返航了。看着他们摇摇晃晃的进港，不免让人替他们捏了把冷汗。不过呢，从笨重的船身中不难想象，这又是一趟满载而归的旅程。通过了检查哨，渔船缓缓地停靠在港边的鱼市中心，看着地上一尾一尾偌大的黑尾，讨海人忘记了几天下来的辛劳，脸上只有堆满笑容的喜悦。最近呢，有一些渔民说：“哦，黑金又来了。”但是渔业所谓的黑金，并不是一般社会大众想象的黑金。那过去我们常常讲说，渔民渔业的黑金是乌鱼。大家也晓得，乌鱼不是冬天来的吗？为什么我们春天夏天刚要来又有黑金呢？其实那是不一样的种类。现在讲的黑金呢是黑尾。黑尾又是什么鱼呢？黑尾是一种尾鱼，是大家也晓得尾鱼经常都是做沙西米用的，而黑尾更是各种做沙西米尾鱼中间的上品。每年大概4月到6月，
洄游性的黑尾就到菲律宾巴士海峡来了。而这段时间我们的渔民去捕黑尾，在东港、成功、苏澳这一带鱼市场交易，一般的消费者就会享受到这非常美味的水产品。黑尾为什么叫黑金呢？是不是跟我们讲的乌鱼有所相同呢？当然也叫黑金，必须有所相似的地方，譬如说黑尾，黑尾带黑，乌鱼乌，都是有黑啊在他们的名字中间。第二点，他们的经济价值都非常的高。我们晓得乌鱼子大家晓得非常贵，黑尾那个更是让人家不能够想象到它的价钱。如果一般不常常吃生鱼片的人，像黑尾，我们讲 Toru 黑尾的前腹的沙西米的话，前腹部位的沙西米一块可能要到200-300块钱。所以这两种黑金的价值都非常的高。另外一个呢，它有一个季节性，我们刚才也提到乌鱼它的季节性是冬至的前后10天，是在冬天，而黑尾是春夏之间，特别是我们沿近海沿海的这个黑尾4月到6月，这个季节过了以后就没有了，所以它是一段时间。所以掏黑金乌鱼是在冬天，而我们黑尾呢是在春夏之间，只有一段时间而已。鱼市中心的鱼货可以直接买卖，这头上贴有标签的黑尾就表示它已经是名尾有主，看官们可以转往他处，不用多加费心了。买鱼也是一种学问，买主完全是凭靠自己的经验，从鱼的外表来判断这尾黑尾的好坏。一般来说，判断黑尾品质好坏的标准，除了附身部位油脂的多寡之外，还有就是观察尾部的花纹。尾部花纹比较明显的表示这尾黑尾是在被捕捉上岸之后才死的，可以立即加以冷冻来保持新鲜度，油脂比较不会流失，通常可以卖到好的价钱。至于花纹不太明显，甚至于尾部呈现白色状态，则表示呢这一尾黑尾在水中与讨海人搏斗的时候就已经宣告死亡，它的新鲜度跟油脂相对的降低许多，自然也就卖不到什么好价钱了。一声悠长而高扬的哨子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，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往那里聚集。原来是鱼会公开拍卖的时间到了，许多仍然待价而沽的黑尾就在喊价人的拍卖声中有了归宿。体积如此庞大的黑尾，买主们想要带走还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幸好鱼市中心里有专门代客宰杀黑尾的鲨鱼人，只要付一些微薄的酬劳，鲨鱼人就会为您将整尾的黑尾处理好。那么鲨鱼人的工作并不好当，除了本身要有强健的体魄之外，胆大心细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。由于黑尾全身都能够食用，尤其是附身一带更是最有价值的部位，因此鲨鱼人在骗鱼的时候必须要尽量的不削到鱼肉，将损失减到最低。鲨鱼的功夫就像是讨海人一样，不是撒当能当就能够学会的事，每一位鲨鱼人都得要先从去鳞的功夫学起，必须要做到去鳞时不会削到鱼肉，
才有可能更上一层楼，成为真正的鲨鱼人。这去鳞的工作让人联想起70年代剃头的学徒在刮冬瓜的动作。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但是呢，要真正做到熟练，还是得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够驾轻就熟。处理完后的黑尾就等着被运往各地的海鲜店或者是鱼市场去贩卖。那有一些店家为了保存新鲜度，等不及鲨鱼人的切割，就已经将整尾的黑尾再往各地去贩售。讨海人的生活辛苦而且没有保障，老天爷眷顾着这一群东港的讨海人，赐给他们黑尾这种珍贵的鱼类，让他们的辛劳有了丰厚的成果，也让他们历尽风霜的脸上除了皱纹之外，更添加了灿烂的笑容。海鲜铺，大家请就坐。今天高师傅，今天又是还是乌拉鱼系列，但是这个乌拉鱼系列有点就不一样了，这偏重于这个早餐的这个形态。好，因为我们节目现在有重播，有重播，早上是6点到6点半。六点，人家如果开电视就要看到我们两个。对，看到结束就可以做菜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第一个方叫凤梨，我凤梨给它切丁。好，告诉这样做什么菜？做的是那个美滋鱼饼。美滋鱼饼，美乃滋就对了。对，答对了。好，我凤梨给它切丁啊，你不要偷吃我的凤梨啊！我刚已经偷吃。我们还有剩很多，因为今天做的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买了一大罐，可以做很多很多，所以说我只用了3片而已啊。第一个，小时候如果妈妈买这种东西，天哪，多大的恩惠！第一个凤梨，第二个布拉鱼啊。倒到里头。好，吐司要把那个边边都切掉。已经削过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美乃滋沙拉。沙拉就是美乃滋啊，就可以叫美乃滋，把它挤下去。要搅了哈，我来搅好了啦。如果说你那个，我不要用的太多量，这样它够了。一包就好了。它要够了，我们已经做的并不多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鸡蛋马上打一下啊，3颗都打，可以3颗都打。我们这个虽然是那个甜的，但是还加点盐下去，有这个有一点盐的话，吃起来会更甜。我们把这个调一下，啊，好，调一下，要打哈，都打撒。然后又要倒进去？不是倒进去，等一下这面包就沾外面沾那个蛋汁，那就炸的。了解。好，开。好。那看起来你看，都水水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很好吃一样。然后等一下子啊，我们要炸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这个啊。先放在咬一点，对，摆在这上面，好的，不要太多，就这样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太多了，稍微要捏一下，好包水饺一下，稍微捏一下，让它口这样封起来，好，稍微捏一下，要沾蛋对不对？对，沾蛋汁。你如果说怕它合不了口的话，可以用手稍微捏一下，因为它里面有水，所以它可以稍微合一下。然后我们再沾个蛋汁啊。但是给你沾好了蛋汁，来。没关系，放下去没关系。是吃早餐用的，对，吃早餐用的。吃个这个配个有丁汁哦，好营养哦。配石目鱼丸。好，配石目鱼丸。
太多了。没关系，那现在翻个面。哎，好像又太少了。再放下去。你可以把口那边稍微用这个用手给它稍微捏一下，然后封口封得比较紧一点。谢谢。哇，还有剩哎！还有剩，我们还有面包，没有关系。好了。不晓得有没有观众哦，他是那种，就是从开始看我们节目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每次你教的菜，他都一定会自己做一次试试看。不知道我们有很多，而且他们讲说，照我那个做法做起来，有真的有，就是每一道都没有遗漏哦。对，而且做起来效果跟我一样。那我们要搬，该失败的时候还是会失败。我们要颁奖哦，我觉得像那种那么忠实的，应该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像。颁奖典礼是吧？啊，颁奖典礼是。好像我们可以成立自己的那个俱乐部的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拿一个来啊。嗯。拿一个叫炸的不好看的来切给你。给我吃噻，给我试吃。可以吃就好，对对。来，来尝尝看。是这边的。好。好，试试看。嗯。有没有点那个鱼腥味？没有，而且吃起来很爽口。不是因为，而且有沙拉的味道。对，然后高师傅又有放凤梨，对不对？好好吃哦。早上吃这东西会怎么样？嗯，会精神百倍。对，嗯，然后一整天都会很幸运。嗯，很幸福。对，还会很幸福。所以说这个小孩子吃最好，就这个原因。这个哈。嗯。哇，真的好好吃哦！高师傅想要吃一个。要，我等一下吃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，每次高师傅做完哦，他自己都很小吃，然后做菜的人对不对？对，我对不是对自己只要看到大家吃的很高兴，他说他就高兴了。对 对，所以他都不吃。好，好，那你可不可以先停一下？啊，可以啊，我已经要准备了。嗯，这就是今天高师傅为大家介绍的，你看你又忘记了，叫做美乃滋布拉提饼，没有那么长。好的，叫乃滋鱼饼。好，叫乃滋鱼饼，或者叫美滋鱼饼。美滋鱼饼，哎，在家里面真的可以做做看。其实不一定要早上才能吃。这名字是自己取的，确实说你做这种特别有点的法国式的面包的味道，就这样子。哎，真的不错。那今天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这边是为了效果，什么用炸的。其实在家里面的话，你自己做不需要用炸的，那用可以用煎的。哦，煎的油会比较少一点。嗯，好，在家里面真的自己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高师傅，谢谢大家，高师傅海鲜铺，好食个好煮。好，那这一块给高师傅，然后这个我的。Tolo 取自于黑尾的附身，是萨西米当中最高级的产品。不过您可能不知道，过去日本人呢在捕获黑尾的时候，他会最先把这个容易散发不良味道的高脂部来切除，保持这个整尾鱼的新鲜度。那是一直到了后来，我们急速冷冻技术有了普遍性的发展，然后大大的提升了鱼货的保存鲜度之后呢，才让这个 Tolo 有机会大显身手的。所以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也跟黑尾一样，常常让人会觉得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因此呢，您也不妨好好的去想一想，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珍惜，值得我们去感恩的。以上风景画，处处问情话，我是胡一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